由尔冬升监制，罗志良导演，刘青云、林家栋、李小璐、蒋一燕、郭晓东、凤小岳等主演的悬疑电影《消失的凶手》将于11月27日全国上映。11月17日，该片在北京举办了千方百计映前发布会，曝光了《中间难辨》的特别预告。当天，导演罗志良率刘青云、林家栋、李小璐、蒋一燕、郭晓东、凤小岳六位主演出席了活动。2012年，电影《消失的子弹》让观众记住了既不会拳脚功夫，也不懂如何开枪，却思维缜密，对疑难杂案有独特见解的神探松都路。时隔3年，刘青云版松都路再度回归。不过与第一版不同，此次身为主演的刘青云确实在片中吃了不少苦头。没有这脑浆，我只是比较聪明。我以前查案是靠这里，这一次不同了，就要骑马啊，跳楼啊，追火车是比较辛苦。还有我发现我身边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，每一个人都不能相信。刘青云虽说嘴上有怨言，但片中的其他演员却都以与他合作为荣。这不，就在活动现场，江一燕便表白起了刘青云。但是跟那个东路已经已经两部戏了，所以情感也特别深。那你看他看着我，我就不好意思了。你可以先闭上眼睛吗？听就好了。宋东路第一部戏的时候呢，我们两个人书信往来很暧昧，然后到第二部戏的时候呢，你已经带着我策马狂奔，然后真的很浪漫。我期待在第三部的时候，哦，第二部我已经死了，没关系，我们还可以人鬼情未了，反正我一直都是爱你的。好了。不过别看刚才在台上的刘青云侃侃而谈，但接下来的话题刘青云却是避而不谈。今年7月，凤小岳公布了自己将当爸爸的消息，现场也有记者问及了刘青云的造人计划。有想过，就最近有想过生宝宝这件事情吗？什么小孩？对，他们有就好了吧。好，对吧？我很开心啊，小岳有小孩，我很开心。那可以玩我的小孩了。对，没有啊，生小孩很好事啊。你们开开心心，你们都有个小孩吧？其实能生2个吧，对不对？对对，多生一点吧，你们。OK， 来，还有酷流娱乐北京报道。